Hello， 大家好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玩一些好玩的事情，用这些水来堆一些东西，来建一些东西。这样呢，我们每天就可以来玩一下。这会儿呢，我要给这个水堆打上一个洞，然后的时候看能不能打一个比较大一点的，咱们能够钻进去玩去。跟我刨一下，阿尔法还在里边想去跟我刨去。贝塔来了，哎呀，贝塔这个推土机可以哦，来转一下。抖一下，出来。行了，不刨了，我自己刨吧。啊，自己出去，快去，快去看看鸟。还需要更大的。今天这个洞建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回家了，啊，就在这儿待，就在这儿住，然后自己打点猎，看能不能抓个鸟啥的，啊，给大家视察一下呀，啊，去看一下。被它一爪子就能给你拍没，你信不信？来，进去看一下那个洞，去看一下。这个洞可能是做不成了，对，都是隧道，他俩可以穿梭而过。不要说我帮你刨吧，这刨的也不行啊。谢谢大哥。哎，太崩溃了。这也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白整了，这一大堆雪直接塌了。阿尔法，这个桥洞咱们没了，这没了都，我们怎样？你快帮我刨个洞吧。哎呀，这个雪太干燥了，现在，然后它不湿润，不凝固，可能就玩不了吧，玩不了这种大型的东西。咱们把这雪。又整了上来，而且给它弄了一下，让它紧一点，这样子让它多放两天，过两天咱们再来看下能不能做成一些东西。今天这个就以失败而告终了。好，咱们回去吧。